哇！一波扫车，哦，掉下来一个鱼人拿下来，一男，大哥没了，一男，大哥没了，一男就是那个最牛的，陈一男被打下来了，这也是久违的鱼人跟 Cobra 的合体。 现在四人一车，没载居然被打下来一个，周品言，但是能救，怎么说装甲车开直接要顶，装甲车就启动一点嘛，顶的，就应该搞一个藤原豆腐店，对吧？这个车就完全可以搞，对，真相86，我这是，哎呦，解绑还是被打下，他摔提前跳车了吗？这是愤怒。 当愤怒没什么不好，哎，112被马云龙抽倒了，但是菠菜就在旁边，可以进行。小兄弟顶的有点深了，但是屁股后面的出枪，鱼人是放到了112，应该已经是二倒。是的，这里，但是鱼人倒在近点的话，可能会被缺失。而且112已经被救起来了，原点还有人出枪。Cobra。 一个反坡持续的出来，连续打两个，迪拜王子，这个没办法了。是的，哎，为什么都能？有个自救器。自救器。我想嘛，居然还在地上爬。是的，这个要把人补掉才行啊。嗯。哦，分贝人家抢掉不少。是的。异能。 关键是你敢不敢跳，跳了！哇，你想跳两个人，抓了太命了！哎呀，two time 怎么从那边下车了呀？兄弟们都从这边下，他切不了四后卫，三后卫下去没办法。等兄弟们下完你再切吧。也是，等一手。two time。哦，这个，应该是龙之前上的 King 岩的号啊，我说怎么感觉不对呢？嗯。 有一次他帮大伟老师代播，他上大伟老师的号跟我打，然后，菜的像狗一样，疯狂白给。他跟我打的时候太猛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教练的迫击炮，哇，又来一炮，哪儿来的兄弟？造哇，造关子，是的，太专业了吧？小五人都没想到过个点被迫击炮打了，他这个炮手太专业了吧？现代战争就是这么打的呀。 我只能说，这不是个整活队，这是。现在谁敢出去？他应该是正好，这个观测到这边要打进攻了。对，打了个过点。哇，这一炮过去，直接人没了，真的人麻了。接下来了，嗯，现在他已经是四倒了，幺二，五倒，怎么什么情况？是啊，幺幺二，你怎么就看见你在倒地呀、啊？我们刚才还说你是个潜力队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全程在爬。 小北这队叫别说话，就拿枪。小北加吹枪，有一说一，小北加吹气腰叫别说话，你不觉得很鬼扯吗？我也觉得很鬼扯。这两个应该叫多说话哈。是的。哦，小掩体高打击，左右枪线零枪线连续放到两个，上点零枪被周平岩放倒，但是周平岩也是残血，直接围过来。周平岩现在没有二号位了吧？围他，已经被炸倒了。 只剩扣的幺九，哎呀，扣的幺九，结果就太远了。是的，被炸死了。啊，这么远用喷子，骄阳你有点过分啊。有手雷，我只能说这个队的选人一切都是虚晃。是的，说是说，娱乐队，但是打的有点狠啊。有战术，有战术，真的有战术，有战术，太狠了。现在确信北边唯一弱侧，做事队，是的，这名字是真敢取，做事队，疯狂做事。 他关键是他做的事情有点多，对，要是炸自己，他是炸别人，嗯。要出来清分林硕，这想清分不带个妹妹一起，啊、我突然间理解了为什么骄阳刚才要开内部，肯定会只有三个人，嗯。而且这个反坡你要去强行要打的话也不太好打呀。 TMA Shroud 是谁啊？嗯，一二三，我看一下是哪个？1号位嘛，嗯。 露露吗？
应该是露露。嗯。因为雅品没打嘛，在TMA只有三个人上场，一个是小海，一个幺二，还有一个露露。那应该是的。来了，我正面要接，完全压制住，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。黄忠一把大菠萝，这边打了一个，小海出来补枪。现在只剩林树带着丫头，选择枪你这个雷其实是炸到了，而且是个 AOE 的伤害，赶紧回收到防区。树先生不会冲的，可以树先生是个架子，他有妹妹可以救一手，因为防区的人已经是回撤了。哇，你看这三个人真的求生欲望太强烈，他们其实被打残的次数那么多，对，但是哎呦，露露把 Summer 给秒了，一滴血没有打药，还要下烟鞭，但是推枪已经拉出来了，崔娇直接被队友补枪成功。现在还剩 Lemon， 嗯，柔露露这边一丝血还站着，是的，想自救，但是这个蓝圈行不行啊？滴滴滴滴滴滴起来了，哎呀，这个蓝圈太痛了，扛不住。崔伦赫真是个邪星，下次来给他安排个套餐。是，又是 patch power，疯狂做事，真的是，你看还放这个。放这个掩体，圈内现在目前最好的点就是这个娱乐队。是的，做事队。哇，只能说法棍队，法棍教主这一队不容小觑，打这个防区打得这么狠，而且是这个火可能要吃到幻神。哎，这迫击炮，就是、又是迫击炮，但这个墙太高了。现在只剩林树一个人，反正围墙有这个烟雾弹，也能看到幻神伏地。哎呀，这一枪甩歪了。是的啊，其实这波我觉得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。是的，本身防区那么大的个优势位就会打成劣势，主要是他的这个，他们这个正面的战斗力终究还是稍微会差一点点。那是的。国良放到松松，武力器还在看，迫击炮应该还有子弹的，标记了，标记了。看到了苏九，这个时候也不太敢暂时用迫击炮，等我给你来个大家伙。嗯，不急。就他们以前难受的队友啊，一个手雷近点没能炸倒，龙族拳刺一放走了博良，有烟雾弹，但是龙族拳被刺的小雨补枪成功。小五还在烟内当中狂混啊，听到脚步了，还混了一枪，大闪，哎呦，对方直接穿烟，嗯，哇，怎么看到的？啊、哇，这个烟应该是有小缝吧？怎么看到的？这穿烟连续穿两个人都晕了，因为对方是完全看不到他的，可能他那个小窗口应该有一个烟缝的位置。这是一波排超。你说他准吧，还真挺准的。他没炸到人，你说他不准吧，精准命中到石头。是的。哇，这个圈这边还没有打完，雷蒙想要拉侧身，但是这个车要炸了，只有一个掩体，一个大石头，有雷吗？这位置肯定要排，因为正好是他们的死亡标记。龙子拳远一点放到了幻神。现在做事队只要把屁股后面的 Lemon 卡死，大家伙坦克怼脸，怼到脸上，先吸引对方第一波火力，就是不下车，嗯，把门堵住，等你换子弹，跳出来来一个背身铁枪，哦，但是对方两个人同时补枪，没能顶住。只要这个行为被对方预判了，因为你只能从这出来。哦，这一瞬间，哎呦，差一点点还能扶。先在车上打药，稳，真厉害。是的，杀了十个了。一发迫击炮，能不能命中？如果说是，狗精精就对应该是 Big Mouse。哦，那边开火了，哎，左边打了这个信息。可以去左边架一下，速九一，
他们对面取得也太随意了 ，one two three， 一二三。先把分数 K 掉，最后一分被露露给拿下，四打三，林强一滴血，今天有红帽子，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对枪了，因为江阳没有原点这个连狙的枪械，就只能拿步枪去对点，前面都是拿被用的好，哎，也可以，是的，哎，一枪现在掉，哎呀，后面中了两枪，那是五六七，最后顶住压力了。是把露露给打掉了，对，有人说还有车，这个时候拉枪线，有从底坡移，上面的人已经架住了，移掉了，小杨打掉了，四打一，做事队疯狂做事，这个事情做满了，恭喜做事队。